我到现在没有点头。我就是现在我还没办法分心，我先把演唱会、演唱会这个周末做完，做完之后我就会进入金曲奖，刚好还有快一个月的时间，差不多。刚好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。你刚刚有重复两次以上说你有可能会在。对啊，现在超时间。对不起大家，然后这是不是这过程？其实这从你答应点头接了这个工作的话，你是不是这中间过程有一直在更新？跟你讲，我到现在没有点头。我没有这样，可能记者会都开了。我们来做，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我没有这样过。当初你接到这个讯息，我真的忘记，因为那个。